刚才提到的部分啦，因为你存款是零元，然后他们有回击说你是鬼才相信，这点你要回应吗？我希望丽云不要再模糊焦点了。我们现在打贪的决心，他不敢签反贪窃结书，还有我们对打贪的决心，不敢跟高雄市民做出贪污的承诺、反贪污的承诺，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目前关心的重点，请别再模糊焦点。关于昨天那个海水冲马桶政策已经引起很多讨论嘛，那不知道说两位市长觉得这样的政策在新北或是台中可行吗？对吧？虽然没这么讲，你是要写。啊，自来水是国营事业，是中央主管。我们只要反问一句话：民进党在中央执政五年，有给高雄人清气安全的水可以喝有吗？没有。这五年以来，在高雄市活水经济，活水经济有没有让高雄人的日子更好过？有吗？没有。这个是吃的水，这是经济水，咱已经给民进党中央五年的机会。高雄人主要的水，大部分的水拢是交予中央，也因此安怎落资源，予高雄人有清气安全的水通啊啉，有活水的经济，发达的日子较好用，已经五年，咱嘛有真高雄人伫中央做官，这五年以来，高雄人有安全清气水通啊啉无？有欢迎的活水经济，日子搁较好过无？那无，换李梅珍来，安尼好不？好。能够喝到干净的水，更能够带动经济活络的水。那梅珍所提的政见，不管大家的意见如何，他都会虚心的去看待。但是政见能够提出来，这表示他有决心，想必做好这件事。我们以往没有解决的，就让梅珍来解决吧。我们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祝寿星龙，谢谢，大家拜托喽，寿星龙，谢谢，谁要支持呀？好好好他搞接下来的话是吧？走走